各位同仁，大家搞啥？即摆天气吼，愈来愈好吼。啊，甲恁讲一个好消息，咱秘书长吼，即摆伫4月1号开始恢复他以前的运作。啊，较早因为伊510事件吼，迄、那个 OOC 的检调单位吼，无理由啦，吼啊，甲关五六计划在2018年的10月3号甲释放。你们刚刚足奇怪，啊 ，OOC 的法律啊，伊家己规定，任何一个人未判罪之前呢，拢是无罪推论的。啊，伊吼，那一个嫌疑犯啊，啊不是押刀，啊不是押枪，关5个月，所以这个吼，不但违反人权，嘛违反这个 OOC 本身的法律了。哦啊、所以说现在、哦、没关系，还是要忍耐、哦啊、我就简单介绍北宜兰州，我是北宜兰州总知事、哦、因为、哦、任何一个职位、啊、都是一个责任、啊啦啊、因为我宜兰、哦、宜兰州、哦、面积有较长、啊、所以说暂时、啊哦中央定位为北宜兰州、南宜兰州。北宜兰州是宜兰、罗东，南宜兰州就是花莲、玉里、台东。哦，安尼，因为你有当时要开会，还是讲办餐会啊，你舟车劳顿哦，浪费很多哦，交通费。哦，啊，把迄个交通费省起来，帮忙咱台湾民政府嘛是真好。哦啊、我现在就简单跟您讲、哦、这个 OOC 的法律 OOC 是一个大陆型、哦哦、在1912年中华民国在1912年建都南京、啊、他在他的宪法里面、哦、他在成立那时候他的宪法的法律、啊、是大陆型的、啊、1949年，伊去毛泽东赶出来，哦，蒋介石哦，去毛泽东赶出来，啊，伊离开他法定的领土，伊个就是流亡啊，你流亡啊，啊，流亡起码得给人管呢，你无刚刚足笑亏，他的身份是流亡政府啊，啊，为什么伊当堂啊关台湾？在法律上哦，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战争法规定。你一个流亡政府，你哪会使来干管台湾？这不行的啦。哦，啊，到尾咱因为吼、哦，咱台湾是海岛嘛。你讲要甲推翻，要哪推翻？你无法度。哦啊，我们不要搞流血冲突、流血革命的，因为台湾是咱土生土长的所在。哦啊、所以说第2006年10月24号，南秘书长带228个、哦、采取法律行动，向美国联邦法院提出告诉。咱今天来这，就是拢用法律来解决所有台湾的问题啦。啊，即马俄罗斯我拄好讲啊，伊离开他法定的领土啊。来台湾，啊！美国你拢知吼，美国拢采取模糊政策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哦，咱即马都用法律简单来掀开他的面纱。伊离开他法定的领土，伊来台湾对不？啊，因为大多数的中国难民哦，伊拢住在台北。你即马若讲去台北讲台湾民政府哦，人讲你这头壳歹啊！因为台北是一个天龙国啊，天龙国就是拢难民的天下，但是因掌握权力，吃香喝辣都是那些高官的，无通好你台湾人了。啊，有的台湾人伊入去中华民国体制，伊是站到边尔啦。啊，有的人站到边，伊就足欢喜啊呢。啊，当安尼好好就好啊，恁台湾民政府
腰八叉，其实不是腰八叉，哦，因为我较早年轻的时候吼，十九岁、二十岁，我都去跑商船，在商船工作啊。哎，那阵啊，唔知啊呢，总是认为台湾足进步啊，哦，全机车、全卡车、全什么？那阵在台北是安尼呢，台北的街头都是摩托车、巴士哦，很拥挤，尤其是忠孝东路火车站附近。啊，等我离开台湾，我去日本，第一站是东京嘛，啊，转机到北海道札幌，哦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哦，咱台湾那遐浓厚啦。不是热闹就好呢，不是车子多就好呢。那个时候，大概1983年，我去日本，人因那阵的捷运系统都做个足好个呀，地下铁，地下铁，啊，咱家叫做捷运，日本叫做地下铁。哦，人因的交通足清幽个，路拢足水个。那因那阵就知影讲，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但是我因为迄个准公司，迄阵准啊，台湾的景气嘛无讲真好，船公司的老板哦，拢甲船啊收倒转诶，啊转去哦较落后国家，缅甸啊、菲律宾啊，吼、哦，啊要请因的船员，啊所以讲无两三个月，哦我都搁遣散倒来台湾啊，啊但是我不放弃，哦迄阵准我继续搁去应征就对啊。哦，即阵要去美国，即阵去美国，啊，美国就知影，两个人去美国，啊，用叫伊边啊去啊，叫海关叫伊边啊，啊，你伫倒位来？你从哪里来啦？啊，因为他讲的英文速度相当快，唔是咱普通时啊讲的英文，安尼一句啊一句，我听一句尔。Form 的意思就是讲，你从哪里来啦？我讲我听一句，讲未出来嘞。啊，咱就甲讲台湾嘞。啊，台湾你这本护照啊，册皮啊，你个护照的封面啊，是不是写中华民国？啊，下面迄个台湾，迄阵啊，还袂写台湾。这个是中华民国啊，啊，英文也是中华民国啊。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啦，在法律上清清楚楚。是咱台湾去予遮政治人物，去予遮教育，去予遮媒体绑会牢，咱无思考啊！咱拢互关台湾，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台湾是伫1981年才开放观光的呢。恁遮若较有年纪的，你拢知影，伫民国70年才开放观光，对无？70年嘛，啊，我去72年，哦，啊，有机会到国外，那时候还没当兵呢。哦，我迄阵啊，都大概都了了清楚啊。欸，中国个呢，人海关一天看几啊百本、几啊千本的护照，敢会较输咱这久久啊出去一届？伊甲你讲，你这护照是中国护照，啊，到尾伊护照拍开，护照是毋是一个相片？相片的下方啊，国旗啊，倒细只啊，尔很小很小，你注意甲看。中国啦，啊！你讲你台湾来，我们不对题啊！叫一边啊，叫一边啊，我同叫一边啊，两个人，一个迄、那个比英文比我较袂晓，我阁加减了一半句啊，同叫一边啊，啊！伊去检查别个人去，啊！等啊，十外分过啊，因为一台发电机拢两三百个啊，波音747拢两三百个、三四百个，等十外分过来，我都甲讲啊，我主动去啊讲啊 ，custom 啊。Excuse me, change speak Chinese custom. 啊，意思就讲你叫一个要讲中文的海关来啊，啊，真正要去叫呢，去边啊叫一个要讲中文的来。啊，迄个中文的海关黄皮肤的，啊，中文真标准。第一句话在问讲，你来美国做什么？啊，我就甲讲，我经过遮，我要去佛罗里达州探爸，阮公司伫遐。啊，你来美国几届？我讲大概啦吼，大概有两三次、三四次啦，啊都无代志咧，一届来出代志。伊讲你这本护照有问题呢，你说你来自台湾，这个护照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啦。啊，英文
China 不是中国，不是是什么啦？这个世界上就是只有一个中国，咱拢搞迷糊耶。所以讲，台湾人在华丽这个区块呢，台湾人涉及哦，拢千千啊尔，千千啊尔。而且你读个哦法律系毕业来讲哦，法律系毕业，如果你没有到国外深造，你读的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呢。啊，中华民国的法律宪法也是大陆型的。啊，你离开法定的领土啊，来台湾啊，对不？啊，国际战争法都给你规定啊，你一个流亡政府只能用一个城市做代表。啊，中国难民就是这些外省啊，因选择台北啦，哦，做台北做代表。所以中华民国伊参加奥运还是参加什么？什么会啊？运动会啊？什么什么？拢用中华台北，唔是应该的好的呢？伊也是符合国际战争法的规范啦。伊奈无爱用中华高雄，因为因大多数人拢伫台北，所以以台北做标准。哦，奥运，哦，中华台北对不？哦，中华台北，伊唔是家己好的呢？伊是以迄个当地命名。啊，迄、那个达赖喇嘛。伊逃亡到印度的德兰沙拉，伊嘛是用迄个区块做代表。啊，你看，两一个嘛是流亡政府，啊，中华民国蒋介石嘛是流亡政府，但是这个吼较好闻啦。伊甲美国是二次世界大战是同盟啊，哦，甲日本对抗休战，啊，因为日本伫1945年8月15号，伊宣布投降。宣布投降了后，伊就接受美国的安排嘛。啊，因为美国啊，麦克阿瑟伊去占日本，因为日本有四个大岛嘛，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、九州。啊，伊台湾伊就委托蒋介石，不是委托中华民国哦，是委托蒋介石。啊，蒋介石派人来台湾接受日本兵的投降。咱的柯南迄阵啊，甲错误都是从那时候开始。吼，1945年9月2号，麦克阿瑟用行政命令，一般命令第一号啦。啊，伊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是杜鲁门，美国杜鲁门总统给伊的。啊，蒋介石吼，因这吼对台湾老早都有野心嘛。啊，所以讲吼。伊伫台湾搞混乱，吼、哦，无主家己波动，啊，无主波动，啊，民不聊生的糖啦、米啦，拢家己运去上海，甚至连黄金，日本中央银行伫台湾较早叫做本岛银行，台湾银行较早伫日本的时代吼、哦，是本岛银行，不是台湾银行。啊，即马啊，即马，拢家己夹夹去中国，啊，你物价都高涨啊，对不？啊，伊那阵民怨四起，对不？啊，对新的政府啊，新的政权啊，新的管理者，伊那阵是受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，哦，委托伊来接受日本兵的导航，占管呢。啊，那你知影讲1949年10月7日，毛泽东伫北京啊。旗啊升起啦！讲阮这是正港的中国，所以蒋介石就逃亡离开当法定的领土啊，来台湾。伊第一站平湖，第二站高雄，第三站台北。嘿啊，因为伊有一个得力的助手，就是蒋宋美龄。蒋宋美龄是双重国籍的，应该是美国国籍的。哦，还佫信基督教，获得美国的信任。啊，所以讲去游说国会啊，哦，游说讲阿丹都走路啊，无所在通去啊，你即马甲赶，死路一条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讲伊就伫点咪台北啊，啊，你若参加什么代志，拢以中华台北，啊，国际战争法伊有规定啦吼、哦，你军事共占领。蒋介石就是军头啦，伊代替美国，哦，占领台湾，军事占领的土地，你袂当共伊转主权，
啊，流亡的政府按照法律规定，无可能就地合法。啊，咱秘书长在2006年10月24号，已向美国联邦法院提出诉讼，你严重侵犯阮的主权。啊，伊这个诉讼哦，两三年呢，美国一个官司哦，拍一个官司，最少都2年半，最少2年半。啊，咱秘书长都开始伫诉讼迄阵阵啊，伊嘛唔知讲伊会当获得审理呢。中华民国法律无共哦，中华民国检察官案件哦堆积如山呢。你凊彩一个人哦告，爱都甲你接收件。啊，就开始甲你传唤，开始办案。美国无共，美国你送件入吧，医生甲你先查。哦，这个案件哦会使哩，伊甲你接件，啊接件就开始进入哦地方法院的审理。啊，但是美国的司法哦，甲中华民国无共，咱中华民国哦。你伫高等法院通常拢爱请律师啦，哦，伊甲你讲啊，啊那伫美国无，伫地方法院伊就要求你爱请律师啊，因为伊惊误判，惊你讲了唔对话，所以拢爱请律师，啊，但是伫中华民国无，中华民国你地方法院你普通人你同他提出诉讼，哦，啊那一个小小的案件伊咪拿诉讼。中华民国哦，伫2018年甲11月，我会记得是11月，伊个案件司法案件偌济，恁知无？220万件啦，惊死人哦！你个检察官、法官，你哪有法度审理啦？所以中华民国个司法哦，误判率足悬呢。啊，检察官案件遐济啊。啊，有些案件是给你规定时间的，6个月你就要审理完毕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的法，你要讲伊公寡公正哦，含含嘛啦。你案件遐多，伊要哪好好办案？啊，而且中华民国检察官有些对普通的案件吼，拢要求原告，啊是被告，你家己要提证据来，你自己要拿证据来啦。哎，全世界哪有人安尼啦？你检察官要主动办案，主动哦收集证据啊，啊原告、被告要配合啊，哦交叉结问，你的案件才会清。啊，所以讲中华民国案件220万件，啊，伊2019年给那即马新年对不？伊的案件哦20%哦。无法度处理，啊，就塞到2019年来啊！哦，我是伫迄个司法因的通讯录内底看到这个资料，一个小小的台湾，哦，36000平方公里，人口大概2300万，大概啦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加外籍劳工，啊，外籍新娘，哦，佫加两差不多较无200万，哦，即个等下咱再讲，即种严重违法，中华民国哦，因为伊家己知影得要结束啊。嘛无啥爱管啊呢，拢放互烂啊呢。哦，啊，即马中华民国伊就用中华台北做代表啊。但是即马2006年，咱向法院提出诉讼。2009年吼，啊，4月7号，美国联邦高等法院裁决，台湾人无国籍。哦，即咱开迄个钱有价值，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份。你无国籍啦，你的国籍去，伫迄个奥斯特大战了后去哦，日本，甲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甲你改变你的国籍嘛？1946年1月12号，伊用行政命令改变台湾岛的所有住民的国籍，这严重违反战争法的规定。你哪会使随便改变人的国籍？英国、加拿大、美国拢提出抗议。啊，迄阵啊，因为吼、哦，二战都结束啦，啊，大家拢无用家己国内代志啊，啊，抗议都无效咧，蒋介石因迄
野心足重个，啊，佫真敖搞权谋，伊袂插伊个，伊讲好管理啊。所以讲吼，即有当时啊吼，冥冥中拢注定好好啊。你对台湾人吼，吼不善动，啊，对台湾人残忍，天然要甲你劈一劈啦吼。你讲你外强，变盘。1946年1月13号，甲咱改国籍啊，这严重违反这个国际法、联合国宪章的规定。所以讲，你即马摕中华民国国籍啊，世界无要甲你承认，就是安尼嘛。大家拢知啊，你安尼去用偷改啊。哦，啊，即马过过来，伊即马改偷改国籍啊，对不？啊，物资拢改搬来中国，啊，民怨四起。1947年2月27号发生临江麦事件，临江麦事件2月27嘛，演变过来2月28号，全台北市啊，哦，火车头啦，吼，延平北路遐发生暴动啊，因讲暴动啦，啊，其实是民怨四起，民怨积压太久，开始乱啊，啊，借迄个机会哦，全台湾岛哦。全台湾岛，甲咱杀呢？啊，其实迄几工也无恐怖啦。伊开枪嘛，咱避嘛，抗议安尼尔，迄也无恐怖。上恐怖是伫后壁。伊即嘛吼，叫恁迄单义啊，单义叫恁派代表来讲和嘛。后学生啊啦，后迄落地方较有名望的人啦，哦，拢甲你叫我来。啊，即嘛开会拢叫恁签名，对不？签名类拢丢掉，伊即马迄个二八事件经过几落天了后，单于偷发电报，偷发电报啦，讲台湾伫乱啊，啊，蒋介石啊下一道乌令，搁调上海正规军啦，伊服装甲薪水拢是美国支援的，伊伫21师伫基隆。在高雄，掠包抄就对啊，开始大屠杀。啊，你拄我拄好讲啊，你去开会、和谈会啊，什么协调会，遐地方士绅呢，啊，佮学生啊，伊按照名册开始掠人，开始清乡啊啦。这清乡叫恐怖，暗时啊掠人，兵啊车是塞我来，哭哭哭，某某人对你也无，都掠去啊。掠去就无看人啊，连尸体都无当找个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这摆代志做伤济，单于，甲蒋介石啊，因这帮人，1949年去后毛泽东赶出来，拄拄啊好呢，走路来台湾，就是安尼，这是真正历史。但是中华民国教育。连讲都无讲，该轻描淡写。啊，即摆李登辉做总统，啊边啊做总统，才稍微讲一撮尔。因讲了无清楚啦，嘛唔敢讲，因为李登辉啊边啊因这帮人口口声声讲因是本土台湾人，但是你入去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内底，吃香喝辣，迄、那个理想拢无伊啊。啊，你若要改变嘛，无可能啦。因为后边有一个美国在给你监督啊，你要哪改变？你不能改变。你若讲到主权的问题、土地的问题，美国一定给你讲 no。哦，啊，咱即马个个都转啊。2009年4月17日，美国联邦法院判过来，对不？咱台湾人无国籍，咱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。啊、台湾、哦、生活在政治炼狱啦，你黑白你无我都分清楚啦。啊，即个走路的中国难民，因为伊的主张啦。啊，台湾人有台湾人的主张，台湾人都要独立嘛。二八事件洪台甲惊到啊，咱来家己一个国家。啊，因为长时间以来吼、哦，荷兰伫1624年入来台湾，伊法律嘛无要你读，无啥要家己读。啊，过来就是郑成功，哦，1662年换郑成功，啊，郑成功21年，1683年换大清帝国来，
1683年甲1895年的4月17日签这个马关条约，因这些统治者嘛，无要你读法律，好换日本换台湾。伫所有的统治者内底，日本对台湾上仁慈啦，让你读册，卫生给你提高，啊，给你教育，水准给你幼儿园，一步一步来，伊个拢按照国际法来啦。你要讲，把这个土地纳入你宪法里面土地，你都要按照国际战争法来，哦，思考期，哦。那个1895年4月17日签那个马关条约嘛，5月8日生效，任何一个国际条约，拢是以生效日为准的。啊，6月12日，6月17日，伊就开始执政啊，执政就是你本土台湾人，两年的思考期咧，你要留落来嘛会使的，你要回去嘛会使，你要去变卖家产。去你的所在，家的所在拢会使，哦，互你思考起啊。过来，伊就发现啊，台湾那两个世界，高山甲平地是两个世界。因为清朝统治台湾，伊无建构台湾的主权，所以伊大清帝国伊知影，伊拥有台湾的是管辖权尔，伊无主权。哦，啊，这点。大家要理清，哎、欸，啊，清朝甲日本休战、甲午战争啊，马关条约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清朝战输人爱赔对无？你无钱就是挂土地嘛，同款。啊，你无钱挂土地，今仔日台湾那是大清帝国宪法内底土地，你是挂伊袂行呢？啊，就是因为伊无建构台湾的主权。伊是管理权尔，国际战争法甲你界定你拥有管辖权尔，所以殖民地就是拥有管辖权尔。啊，伊才会使挂，国际社会才会使甲你承认。好，啊，即马日本伊一步一步来甲你建构主权啊，哦，啊，甲你建设，哦，啊，一步一步来，迄就按照国际战争法来。甲迄个1905年，1905年甲1915年，哦，伊甲高山修建，我拄好讲啊，伊高山是一个世界，平地是一个世界，啊，伊即卖爱向高山宣战呢，啊，高山1905甲1915年啊，甲日本战10年啊，到尾啊，战输人。建树人就是爱导航嘛，所以讲日本伫1915年才甲平地甲高山统一起来，这就是主权啦。你统一起来，你才有法度建立主权。好，开始互因读册，啊，开始建设，啊，一步一步管理。甲1935年日本举办啊万国博览会啦，台湾举办万国博览会，1935年。啊，1922年哦，华盛顿有一个海军，嗯，世界哈、哦、海军宪武啦，宪武条大会就对啊，啊，日本就去参加迄个宪武大迄个大会，华盛顿裁军协定有邀请日本参加，啊，迄阵阵啊，美国就承认台湾是日本的，但是迄阵阵啊，还没敢纳入他宪法里面的国土。哦，啊，一步一步来啊！啊，即马甲1935年万国博览会啊嘛吼，啊，世界讲台湾吼、哦，阮统治之下遮进步啊，吼、哦，公路啥拢铁路拢有做，港口、基隆港、高雄港，吼、哦，伊是要一步一步来啊。到尾甲1937年，天皇宣布，通啊接受吼。哦台湾人改姓，皇民化，你通啊，家己保有自己的姓氏，你嘛通啊改日本姓。哦，迄阵阵啊，皇民化，哦，哎嘛，有个人拢改日本名。1941年哦，10月7日，
1941年12月7号东条英机发动战争啊，因为天皇哦无拥有军权哦，啊宰相行政院呢，军权是伫行政院哦，都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啊，日本哦是宰迄落啊，军权是伫东条英机的手内，因哦啊啊，伊发动战争啊，战争发动了后，战争有赢有输嘛，对吧吼？啊，甲1945年。迄、那个4月1号，1945年4月1号，啊，日本天皇就召国会议员啦，讲啊，这个战争可能爱输啦，吼、哦，咱台湾甲纳入咱大日本帝国宪法内底土地好唔好？啊，国会议员就举手啊，通过啊，咱迄天开始，咱甲日本人，吼、哦，甲东京这日本人吼。哦正日本国的大日本帝国的日本人，大家地位拢同款。1945年4月1号，这个是关键性的，伊甲伊纳入宪法里面的国土啊。啊，1945年4月1号，甲伊纳入国土啊，对不？宪法内底土地啊啦。啊，到尾啊，三个月，8月15号，日本天皇投降。啊，有人在讲啦，啊，你纳入宪法才几个月尔，安尼无准算，法律无迄落准算，无准算，法律啦制定落生效落，迄天就开始算啊啦。所以讲，1945年4月1号，台湾都纳入他宪法里面的国土啊。所以讲，咱大马西亚个大日本帝国的土地呢？啊，因为你战争失败拢爱赔嘛，吼、哦，战争失败爱赔啊，啊，假设啦吼，假设今仔伊天皇若无把台湾纳入他宪法里面的国土，咱台湾哦，可能啦吼，有两条路，你战争失败爱赔啊，啊，中华民国迄阵阵啊，是战败中的胜利。伊是拍予日本人拍到东倒西歪，伊是挖美国才叫人讲诶跌停板止跌啦，啊无伊到煞都爱投降啊，啊到尾啊无法度啊，这世事多变化。1945年8月15号，伊宣布投降，啊投降啊签一个和平条约嘛，啊投降爱赔啊。有人捌甲来甲我问啦，外口的人，阮较早，阮宜兰州吼，阮较早宜兰州吼办公室是伫宜兰县警察总局的正对面，哦，捌人迄个大概50-60岁的人，讲台湾毋是伫开罗宣言迄阵阵啊，含中华民国啊，啊恁即摆那样注定搞不清楚诶，啊我都用法律，用法律。来甲解释啦！你若普通人，你该讲啥吼？你讲无说不出所以然来。你用法律来甲解释才听有。我这个土地卖你，爱过户面啊，一定爱嘛。你爱去地震事务所啊，你厝要卖你，嘛爱去地震事务所过名叫准算，对不？啊，伊迄个开罗宣言是伫。1943年12月1号开罗宣言，啊，迄是大家坐做伙开讲尔，啊，无法律效力啊，迄是一个主张尔。哎，战争煞，你台湾会当还原啊未？蒋介石啊，安尼讲，迄拢是俄罗斯因遮的人哦，伫搞模糊啦，咱两个开讲。会当抵触到法律吗？袂当呢。法律真清楚，是一挂政治人物伊搞模糊伊。开罗宣言对美国来讲，它是一张废纸啊。什么开罗宣言？迄是一个新闻公报，啊，讲较好听的是一个主张呢。在法律
够不上要见的。啊，迄个人甲我问讲啊，你开罗宣言都讲台湾要和中华民国啊，啊，恁即马注定讲日苏美战哦，遐有写日苏美战。啊，我著用华丽甲解释。我讲吼、哦，战争失败拢爱赔，对不？伊讲对。啊，清朝甲日本吼，1894年发生甲午战争。啊，1895年4月17号签一个马关条约。5月8号马关条约就生效，啊，法律国际条约拢看生效日，哦，这点你爱清楚，看生效日啊。啊，迄阵啊，清朝是把台湾当作殖民地，也无得建设啊，统治台湾212年，连一间银行、连一间法院、连一间学校嘛拢无。伊是伫只搜刮人的好康的，啊，专卖出来赚钱啊！伊无对台湾无主张，无建构主权，哦啊！所以讲殖民地伫国际战争法内底，伊才会使挂，才会使挂。你无钱，你就是挂土地。啊！即马日本战败啊，对不？迄、那个人甲我们讲，啊，日本战败啊，你爱赔人啊，清朝赔日本啊，拍输人无钱就是挂土地。我讲，伊伫1945年，哦。国会同意，国会就该纳入他宪法里面的国土啊！你袂当甲挂。啊，到尾啊，日本甲美国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1951年9月8号，日本甲美国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1951嘛。啊，1945年日本投降对不？啊，拖5、6年，吼、哦。1951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啊，1952年4月28号，哦，4月28号就要到啊呢。旧金山和平条约迄天生效，啊，生效迄个后表示法律已经有效啊吧？全世界无任何一个国际条约吼，甲台湾出卖乎任何一个国家，法律上。中华民国无拥有台湾的主权啊，你无啊，啊无你台湾是哪哦？中华民国怎么在管？啊，这都用法律来解释，才会清楚啦。啊，即马蒋介石啊，一帮人来台湾啊，对不？伊拢伫台北，啊，伊都走路啊，无所在通去。蒋宋美龄又说，啊，比较采蒙古政策，啊，唔只，一直伫台湾，一直伫台湾。啊！伊枪杆子出政权嘛，警备总司令你捌听过哦？调查局你捌听过哦？专门伫抓人诶！哦啊，看文讯是拢较严重诶，拢枪毙掉。啊，所以讲咱台湾迄阵啊，叫白色恐怖压掉，没有人敢讲话。但是没有人敢讲话，不代表法律会替你讲话哦。法律制定得很清楚，是搞政治的人在模糊，对不？到尾啊，迄个联合国啊，联合国第1971年10月24号，有的讲10月25号，其实也是时差的问题啦。哦，咱就甲当作10月25号，大多数联合国的会员国啊。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啊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代表给赶出去啊！你这几个啊走路，你要共代表中国，所以讲中华民国在法律上已经翘足伊啊啦！啊，是台湾人他家去用扫掉，电视媒体给你扫掉，你透未开啦！啊，我现在我都透开，因为我较好运啦，我都歹较歹命。19岁、20岁都要去外国买米啊，啊去外国看哦，人的世界哪会安尼？人家的国家怎么那么漂亮、干净？哎，讲到这都万叹了吼，这暂时卖讲。啊，法律都跟你讲啊，联合国嘛跟你讲啊，1971年10月24号、25号，联合国2758决议文。2758决议文已经把你否决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了啦，你已经抗议了，
你没有权利啊，没有什么啊，一走路来台湾，你能做哪？伊恨我嘛杀过来呢？您即卖用的法律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，中华民国的宪法五权宪法对不？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，伊这是大陆型的啦，无适合伫台湾啦。咱台湾民政府后摆就是三权分立，要脱亚入欧，惊欧洲路线、美国欧洲路线的啦。咱要甲西方国家、先进的国家同步就对啊。你大陆型的宪法，啊，中华民国宪法内底嘛无台湾啊。咱即卖是依法论法，不是搞某政党、某派系。即卖都是用法律来解释台湾的国际地位，才清楚啦。啊，我拄好讲过，美国联邦高等法院第2009年4月7号判决，哦，台湾人无国籍，哦，咱已经知影咱的身份，咱毋是无国籍，咱的国籍是去用吊起来，暂时搁置啦，暂时给你吊起来。哦，等下我再解释予恁听。第二，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。第三，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啦，你不应该去做兵啊，你来去做流亡政府的兵啦，你走路啊，你来使叫人做兵，这严重违法国际战争法的规定，效忠的问题嘛。啊，第四个吼，台湾还阁是美国军事占领呢。我拄好讲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在1952年4月28号生效，对不？旧金山和平条约总共有27条，第23条的跟你讲个足清楚的，美国是台湾的军事占领权国，伊是偷鸡啦。因为你日本还未搞啊清楚以前，你台湾的管理权还过我的啊，管理权啊，啊，因为日本你那阵啊无钱赔人嘛，这战败哪有什么钱？啊，日本代表就是吉田茂，啊，美国的代表杜勒斯设计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啊，日本战败了后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吼。伊无甲主权让出去啦，伊是甲管辖权，我拄好讲啊，管辖权、管理权让出去。啊，主权伊无让哦，任何一个国家主权袂当让啦，因为伊都纳入伊宪法内底国土啊，主权无得让。啊，美国吼，美国伊即卖都是甲台湾当作伊海外的领土，未合并的领土。啊，到尾爱去吵啊！美国甲日本爱吵啊！我台湾互你管70几年啊，让你70几年啊！啊，你共占领袂当伤久呢，有一个时效。啊，因美国长久以来拢模糊政策，伊知影家己做了毋对啊，啊毋敢讲。啊，美国就将错就错，错到2006年，咱台湾人救醒来啊！去美国联邦法院甲告，哎，恁美国法院讲讲甲真清楚啊，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，恁美国法院讲啊，哎，双方伫辩论迄当阵啊，美国国务院你知吼，就是咱即马的行政院啦，俄罗斯的行政院，伊甲法官讲，讲这是政治事件，请法官你爱驳回啦。讲这个案件你要驳回，这个、政治事件应该政治来处理，驳回啦。讲这个案无准算啦，要驳回。法官甲国务院的律师讲啥，你知影？伊讲你甲侵犯人权，人迄2300万的人权，互你安尼糟蹋，你要解释要清楚啦。无好就驳回。啊，双方吼，双方的律师吼，辩论吼，12届以上啦。啊！美国的法官，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，对不？那法官无受到任何政党的影响啊，所以讲人国家的强就是一只。人法律清楚，你行政的吼，要来干涉司法 ？No！ 啊，那伫中华民国
都偷来暗去的。秘书长方来讲，迄若无中华民国高层，谁敢去甲电当秘书长啦？安尼听有无？你一个小小的检察官，你要来掠台湾民进的秘书长，迄无顶悬的设计哦，很难让人家心服口服啦。啊，因为美国对司法拢足尊重的啊，因为伊甲你挂一个名啊。啊，中华民国有钱，你知哦？伊是这个世界媒体啊，同一时间发布新闻。五一零事件，你讲哦，美国、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同时发布新闻，讲啊、台湾民政委秘书长涉及啊洗钱啊诈骗，哎、欸，真笑亏呢。2015年，咱这个案件就结束啊呢。啊，你2018年嘛是人讲的老案重提啊。哎、欸，你这种阴谋嘛。啊，无要紧，啊，人美国嘛是真尊重，好，互你个检查。啊，你讲伊涉及洗钱、涉及诈骗，你要有新的证据嘛？啊，那较讲就讲身份证，啊，身份证就我美国做的啦。啊，你讲人洗钱，啊，钱是回馈美国，美国国家税务署、税务局每一年拢会甲你申报呢。你的钱要怎么走？美国在给你感动呢？啊，您听有哦？咱是美国军事政府底下的台湾民政府，你的募款、你的上课的钱，那都要清清楚楚啊，呈报给美国国家税务局审核呢。啊，咱有律师对不？咱的律师爱去讲讲，爱去讲解释呢，讲这条钱是什么钱，这条钱是什么钱，人因的国家。清清楚楚。哎、啊，美国的律师我讲啊，美国你莫犯错。啊，美国是种诚信的国家，信用，你捌听过信用贷款哦？信用贷款啊，你免提出，免提土地去抵押，你通啊贷款。啊，伊信伊银行相信你，啊，互你贷款。啊，但是你唔通出差错哦，无你一世人诚信不好的话，你以后要贷款 ，no。但是美国是这个国家呢，啊，欧洲国我免讲，因为美国是有世界种族大熔炉嘛，黑人、白人、黄种人拢通去美国，啊，移民去美国，啊，经过一段时间，简单的考试、简单的问，啊，就公民啊呢，哦，啊，这咱卖讲，啊，即马我拄好讲啊，美国联邦高等法院最后一条甲你讲。美国行政单位就是被告嘛，美国政府嘛，你要按照原告的诉求去做代志啊。啊，即摆法官都甲你讲啊，来，恁爱叫台湾人哦，争取来领欠款转去啦，啊，无你台湾要哪管？你即摆台湾是走路的政府在甲恁管呢，啊，恁爱叫台湾人哦，争取哦，咱这拢按照法律来啊。法律跟你已经跟你解释了嘛？美国联邦法院呢，高等法院呢，已经跟你讲啊啦，你要叫台湾人哦，清楚来接证款。哎，咱去告美国，既然有人下手呢，哎，我台湾人，我要接证款。啊，美国讲好，你要接证款，你的证明文件给我看一下，护照提出了，中华民国，这个是台湾吗？啊，不是身份证，这个更不用讲了嘛。中华民国身份证，那个不是身份证啦。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是识别证啦，它不够格发身份证啦。伊也不是国家要哪发身份证，啊，您听有无？伊也是识别证，不是身份证，因为不是国家嘛。你若是国家，你才使发身份证嘛。哦，啊，您听有吼？好，啊！你护照是中国的身份证嘛？啊，无你摕你的钱啦 ，money 啊，也是中华民国，哪一样是台湾？生活在政治炼狱啊！恁今日来台湾民政府，你有讲，你来开6000块，啊，高级班开10000块，有价值啦无啦？欸，我较早嘛真欠呢，我出门吼，拢骑脚踏车呢，
较远的路我才塞车呢。我迄台车17年啊，15年啊，那卖来台湾民政，我塞30000公里呢，十几年的车子开30000公里呢。我真强。啊，到尾听阮的主任讲的，你若想要入来台湾民政府哦，你要去上课啦。上课你头壳会搁较清楚，较有秩序。啊，一入来都调调啊。我2014年1月入来个单，我真罕咧请假，会使讲一届尔，一届两届尔，5年呢请假，逐礼拜来呢，一个月4届呢。啊，为着啥？爱予台湾吼后摆吼海阔天空嘛。难免安尼，甲这外省啊，甲这中国走路的芝加哥，你走路的你就较认份呢。哪有人走路在管台湾？你无敢作恶作嘞。啊，所以讲恁今仔在遮上课，有价值啦无？开10000块，我嘛真欠啊。喂，阮朋友甲我讲，啊，你遐欠的人，安尼10000块、6000块安尼讲落哦。我讲有价值啦。啊，大仙我嘛犹豫嘞。喂，安尼10000块。啊，去啊两天，哦，2暝3天嘛，吼，前后啦，吼，嗯，我嘛是参参啊，豆干7-5块啊，好累啊，对不？啊，来了解一下嘛，好啊，无一定讲爱做官啦，咱讲实在啦，我来台湾民政府讲实在，我唔是要做官，我若讲要做官，讲实在的吼，咱要甲民进党啊，甲中华民国遮比吼，咱讲啦，吼。人因咧拢朴素、朴素、朴素、朴个，啊，朴素部门啊，讲较强啦。学术有专精，术业有专攻。伊袂晓，你会晓；啊，你袂晓，伊会晓。大家互补嘛。啊，唔是讲朴素都较强呢，不一定啦。哦，恁来遮读国际法，你都赢伊啊！我拄安尼甲你用法律甲你解释。我伫台湾。阮宜安州办公室迄个中年人来甲我问，我都是用法律来解释，伊到尾就清楚啊，毋是用讲的就准算。即间厝要卖你，你也去过户啊。啊，中华民国要签迄个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有1951年9月8号签迄个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对不？伊也无参加，啊，是哪无参加？迄个人甲我问讲，啊，是哪无参加？我讲法律上哦，法律上。伊已经走路啊，他法律上已经死掉了啦。讲走路是甲美化啦，已经死去啊，离开法定的领土，唔是死去啊，无啥。还是讲好美化，讲啊，伊就一撮人吼、哦，走来台湾哦，残余的一些人哦，叫做流亡政府。哦，啊，你看啊，法律上都不承认你了，那是你台湾人承认他啦。啊，中华民国今天才会存在啊！你不承认他的话，中华民国老早都爱遁去呀。好，即马佫讲了。啊，即马迄个联合国对不？2758决议都否决中华民国的代表啊，对不？啊，你中华民国袂使代，你蒋介石那少数人袂当讲代表中国啦。中华民国佮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是共一个中国啦，因是兄弟啊，冤家。分出来啊！哦，啊，即马美国都挡袂牢啊，对不？美国你是世界头人呢，啊，人大家拢讲这走路的，啊，你搁改安尼起起处处，美国嘛感受国际的压力啊！哎，但袂使你啊，你的身份 no 不行啊，我要听你嘛袂使你啊！哦，啊，到尾美国伫1979年4月7日。制定一个台湾关系法，这个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的国内法，是世界唯一的一部法律管理台湾的啦。啊，伫这个台湾关系法吼、哦、生效日，我都有讲啊，法律都以生效日为准嘛。啊，以这个1979年哦4月10号制定台湾关系法嘛。啊，一往上追了，1月1号生效。啊，生效之前，美国还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嘛？啊，生效之后都无个承认啊。但是总是要有一个名嘛，
中华民国迄阵阵啊，都我联合国都甲你火结掉啊，迄就是法律啊啦。二七五八结缘，甲你火结中华民国的代表，你更未使代表中华民国啊啦。啊，迄是你甲你讲的啦。哦，啊，即马美国嘛甲你火结掉伊啊，你叫做台湾管理当局。啊，严格讲起来，台湾当管理当局就是咱啦。咱这是正港的台湾管理当局。啊，即马这个位吼、哦。暂时啊，是中华民国给你占的掉啦。安尼听有吼，伊给你占的掉。啊，咱台湾人救生来啊，对不？2006年，咱秘书长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，讲阮人权叫恁糟蹋到无一块好啦。你美国爱解决啦，啊，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，司法判决即是啦，司法判决行政单位都要照执行。啊，速度都有哪行有哪行，因为咱台湾人思想中毒太深呢，你思想中毒要改足困难的啦。啊，大学生，哦，啊，一挂人老师，我的朋友拢安尼叫袂清醒啊，摕物仔好看，哎，恁家己讲的，罔家己讲的好啊，你无需要跟你辨识啦。啊，我伫遮嘛，甲大家鼓励一下。台湾民政府严格讲起来不需要台湾人的相信。你不爱相信，不相信，嘿，因家的代志，法律都给你规定个清清楚楚啊。只要美国跟日本承认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安尼咱就赢啦。起码都是等美国当时要献牌啦。安听有无？因为美国爱建构伊的，爱安排啊好啊。安排好了后，恁台湾才袂乱。啊，算敢乱嘛，无要紧，一个一个联合起来。你免惊台湾会乱啦，因为咱台湾人真善良。你看，上来管嘛好啊，哦，1624年荷兰来管嘛好啊。啊，过来就是迄个郑成功来管嘛好啊。过来就是换清朝来管嘛好啊。啊，过来换日本来管嘛好啊。过来换走路的，这个上了人啦，有够了人啦。家己身份安尼扛70年啊！哦，啊，这个即马去予美国联邦法院，甲赶出去啊，是压袂出去。即马伫宽刑你啊，宽所费咧。啊，要走路总是爱宽哦，宽一撮所费。啊，台湾人爱紧个觉醒，因为法律已经甲你解释甲真清楚啊啦。好、哦，美国已经甲你讲啊嘛，台湾管理当局，甲2016年。6月还是7月哈、哦？国际海牙法庭啊，国际海牙法庭，我南海啊，中国伫南海共抽沙造陆啊，南海的问题，菲律宾去国际法庭诉讼，啊，国际法庭伫2016年，敢那6月还是7月哈、哦，裁决落来，中国台湾管理当局已经甲你讲甲足清楚啊。国际海牙法庭即马佫甲你讲啊，你是中国台湾管理当局 ，China Taiwan Authority， 哎，甲你讲啊，遮清楚啊，啊，蔡英文背起来对哦，哦，太平岛是我们的啦，哦，太平岛是岛啦，不是礁，人无伫甲你关系啦，人是讲你的名，你不是中国啦，这个世界上。就只有一个中国，因为法律跟你讲啊，遮清楚啊，我大马跟你讲啊，遮清楚啊。联合国老大对不？会员国大概190几个国家，大多数的国家拢讲，这个世界是一个中国。美国要跟中国建交，弄一个台湾关系法，一中政策嘛，跟你讲一个中国。美国也是老大对不？国际警察老大。啊，亚洲哦，中国嘛，跟你讲啊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的中国代表，唯一合法的政府，拢跟你讲啊清清楚楚啊。啊，你台湾人奈叫袂清醒啦，法律都跟你讲啊遮清楚啊。啊，三个老大嘛，跟你讲啊遮清楚啊。联合国都是老大嘛，世界有194个会员国嘛。拢甲你讲啊，清清楚啊！一个中国，美国国际警察嘛，甲你讲一个中国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嘛，讲甲你讲一个中国，
这些老大都跟你说一个中国啊，啊，你们台湾人还给这些走路，啊，看你戆戆西。我们现在要变盘，要送他回家，这不过时间的问题。因为美国联邦法院已经裁决了嘛，行政单位要按照原告的诉求，我们现在很简单嘛，你不可以叫我们做兵，你要叫中华民国离开台湾，啊，现在就中国跟美国都敲好了，金门、马祖跟平潭要让他们回去，没要让他们入中国大陆啦，你们要在金门、马祖跟平潭，平潭岛你知道，现在台北港有那个李纳伦海峡号对开嘛，啊，船票大概五六千块，要让他们回啦，一步一步来啊，这样比较不冲击那么大，有那洗白哦。啊，咱休息睏一下，啊，等下我再去讲，哦，啊，感谢。
各位同事，咱即马继续。啊，因为吼、哦，美国，咱拢知美国伊是三权分立的。啊，法院判决，行政单位都要执行，伊无执行，违宪，用弹劾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即马都甲美国配合，啊，咱家己嘛爱拍拼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台湾人思想中毒啊。我拄啊用法律安尼来解释，联合国嘛，甲你讲一个中国啊，啊，美国台湾关系法，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的国内法，第两项啊，第三项就是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南海仲裁，哦，南海仲裁，国际海牙法庭的大人知啊，恁爱来知，恁爱知啊，咱台湾是靠法律起家，哦。咱靠法律来解决台湾的国际地位嘛？国际海牙法庭就是伫荷兰。啊，我拄好讲啊，1624年荷兰入来台湾，伊其实讲来台湾是较好听的啦。其实伊是伫嘉义啦，哦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，伊是伫收集物资，啊，转口卖出去啊。啊，迄、那个最后一任的总统哦。叫做奎伊啦，奎伊甲台湾丢给迄个丢掉就对啊啦，上哦这个典型公吼，一对印尼的雅加达，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，伊的亚洲总部是伫印尼的雅加达，啊，迄、那个奎伊对吼，是去互法院杀伊关呢，去用杀伊关呢，啊，到尾啊都是关差不多七八年啊，是。律，遐检察官啦，吼，律师啦，吼，啊，佮伊个亲戚朋友吼，甲替伊，敢若替伊提出陈情就对啊啦。啊，伊个亲王啊，则甲赦免，你知影？你甲台湾，甲迄个啥南台湾的南部迄个商业据点啊，判决呢，丢掉了。啊，所以讲伊顿时用关呢。啊，恁甲想看卖啊？1624年。啊，荷兰来台湾是38年嘛，1662年，迄人阵啊都法院啊呢，迄人阵啊都检察官呢，啊，你也想看卖啊？咱台湾人哦，都心不善良诶，暖心啦，个性啦，这个来管嘛好，迄个来管嘛好，打钱来管嘛好，啊、你无家己诶主张，你永远当奴隶啊！啊，咱即嘛吼，这三四百年来，咱第一届向美国告诉，哎，咱阁告赢呢。哎、欸，法律比牙刀牙签较强呢，较厉害呢。你冤家相拍，到尾拢爱去法院啦。拍输的绝对唔甘愿的嘛，去法院甲你告伤害，啊，检察官甲你调解，那调解未成，就诉讼啊呢。中华民国法律是安尼呢。啊！你甲看卖啊！啊，这个安尼，国际，你当初啊，荷兰来台湾都法院啊！啊，到尾到1683年，郑成功的后弟啊，郑经啦，郑克爽啦，啊，才惨嘛！去哦，伊的部下，郑成功的部下叫施琅啦，啊，甲伊袂合嘛，啊，投靠清军，啊，去清军遐带兵。攻打郑成功的后弟啊，怎啊叫收起来？1683年，清朝大清帝国正式摕到台湾，但是伊知影台湾无好管啦，喂，2年都暴乱，哦，林爽文事件啦、啊，哦，什么阿波王啦、啊，蔡英文哦，反正都是遐啦，哎呀，朱一贵啦，喂。这规模拢足大个呢！迄个林爽文事件，这其实吼，林爽文事件吼，这会当成功啊呢！规个台湾吼，拢去林爽文的民兵啊，啊摕起来呢，啊摕起来无多啊！清朝客家人、甲漳州人啊，袂下，伊用利益安尼，你。恁有法度甲林爽文民兵吼，
倒出来的，甲泡掰，我清掉后摆甲你封官，那保中益民啊，什么益民保中，迄就是啊啦。啊，林爽文本来他控制着台湾啊呢，伊做头啊呢，啊，都只下骹手啊，小拍冤家啊，要用啊。你做头的未稳嘛，下骹的小拍啊，这边拍这边，这边拍这边，到尾啊，清朝的迄落，敢那是雍正啊。雍正啊，乾隆，伊是派第三届兵来呢，第一届派兵来，叫林爽文拍失败，第二届佫派兵来呢，嘛是叫林爽文拍败呢，第三摆去调迄落浙江的什么巡抚来呢，一届调偌济七万人呢，七万呢，啊第三届才甲林爽文这兵啊，佫都利用内斗嘛。哦，你客家人跟闽南人袂合，哦，你漳州人跟泉州人袂合，内斗，啊，林爽文那都减势去啊。第三届清朝大清帝国，才甲林爽文的兵压落来呢。到尾啊，台湾迄阵的总督，迄、那个乾隆皇帝的款，足生气的，讲你无能啊，甲台湾迄个总督，清朝迄个总督拖去干掉的咧呐。林爽文当初呐，也安排内部的混乱，卖予内部的混乱化，把你的团结力啦，那个凝结的力量分散哦，清朝提你袂起来。安那讲，你还过乌水沟呢？哎，乌水沟甲寒天、甲春天，哦，甲四月节啊，风景拢无好呢。啊，你帆船要过来，无遐简单呢。啊，所以讲，以为的机会，啊，无多。所以说天安排不多，哦，啊，咱台湾即嘛吼，四百年来，迄个有一个作家吼，四百年历史迄个啥，迄个老伙啊，苏炳啦吼，咱正港是四百年来第一届要换政权的，就是咱啦，因美国你联邦法院已经讲啊真清楚啊。你要按照原告的诉求行事，咱基本都是要求中华民国包包款款的。啊，有人在问啦，蔡英文哪会拢无动作啦？啊，较早阿扁啊讲，我都去用白卡白手啊，立法院也无过半啊，我要做啥人反对，我要做啥反对。啊，即马蔡英文的政府，民进党是过半呢，你袂使提较早的理由来讲啊，即马过半啊，恁还搁伫拥抱中华民国，啊！你还搁伫食烧食冷，啊！你的理想伫倒位啊去啊？因为因其实有个人拢知影，中华民国是被告呢。咱伫2015年2月28号第二届告美国参告中华民国，因嘛是告输呢。恁来改变阮的身份证啊！我的身份证怎会拿中华民国身份证，你要恢复我的身份啊，中华民国故事啊，啊美国也知道自己不对啊，啊现在这个案都到高等法院啊，要赔呢，故事要赔嘛，啊所以说你如果有穿身份证的都可以参加人权赔偿，这不是开玩笑，在美国告法律师要对下不但要有钱呢，啊你还有啊，够十足的把握。不过美国的律师通常拢较有良心啦。你一个告诉哦，伊会甲你分析。你这个告诉若有60%、70%会赢，你才来告。你若袂赢，你莫告，无彩钱嘛。嘿呀，啊，所以讲啊，中华民国无呢。反正你若来找我，我都拍拼甲你告。你开偌济钱，另外一回事。啊，告诉嘛，得告。啊、通常我是拢无请律师啦，我拢家己一个人告诉，请律师嘛告诉我呢。我捌告到最高法院呢，甲一个凶手拍官司，伊请两个律师啦。啊，我是我伫台湾，伫中华民国啊，爱两个律师告诉我，迄凶手去用来关八年，啊，民事赔偿赔270几万。我一个亲戚，你来看卖啊！
不是中华民国不一定你请律师你会赢，你如果有文件证据充足，你请律师十年也没那么多，除非就中华民国的司法或是检察官去用买收去了，但是买收去了嘛不敢太过离谱啦，证据充分，你那时候你怎敢压死人呢？检察官法官他不敢太过暗号嘛，因为你证据这么充分，你那时候检察官是可以跟你说如果判二十年给你减减五年，你这没办法，你要安也安不掉，对吧？所以说在中华民国你如果要请律师，我没反对啦，要问得清楚，分析得清楚，你才下去，不然你多开钱的，因为律师中华民国律师满满是，有的三不定的啦。说到这，我们现在就比较接近实事一下，有人在搞问啦，说增值税啦，增值税中华民国慢慢税，你知道吗？每项也要税，对吧？中华民国增值税是要怎么算的？说实在，我也不是税务专家啦，不过我以前做过代书，地下代书啦，我捌帮人办案件啦，继承、分割、鉴借三我都捌办过，我甲地震事务所嘛，卖讲足熟个啦，大家看我来就知影我知影一丝啊，就是增值税计算方式，就是讲你这块土地当时要买，迄天甲你要买，即天的距离啊，比如讲你伫1991年买这块地，甲今年2019年你要买，这个中间。你买每平方公尺如果是100块，现在你要卖公告价值，公告价值是以当地的地方政府公告。你要知道怎么公告，你要去地政事务所申请地籍誊本，土地誊本就对了。那里面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，目前每平方公尺公告地价每平方公尺300块。你买那时候100块，对吧？相差200块，你里面 来计算，来拿那个增值税。中华民国嘛，给你方便的所在，一生一次啊。什么叫一生一次？就是说你一世人，通啊优惠减免一次，你通啊用这个优惠方式，你不要算，你去地方税务局，你给请教。讲我要用一生一次哦，这个税金这重哦，我要用一生一次，你就甲讲，伊就甲你计算了，你摕迄个计算证明了，你就通开始办过户啊。你要了解，无一定爱请代师啦。迄简单几个字尔，你不要写。阮宜兰哦，一件是12000块啦。你即摆若较早有贷款甲涂销，一件1000块啦，就。12000佫加1500，13000，13000你不要甲你赚了，足简单诶，写写也无啥。你若税金无来，伊会甲你讲，你爱去国税局、地方税务局去拿迄个税完税证明。你完税证明摕到了后，你去地政事务所，伊有一个服务台，伊爱无条件甲你讲，讲我这袂晓写，你甲我讲。我这边他也有一个范例，旁边有范例给你看，现在服务有比较好，我们说实在这如果要扣你的税，服务都特别好，旁边都有范例，你就照范例给抄你如果写好之后，你怕写得不对，对吧？你问服务台说这怎样怎样，让我看一下，看好之后你再去送件。但是通常有一个怪现象，你若家己办的案件通常你爱遭足侪抓，尤其是国税局吼，你足要死话。我捌一届一个案件遭7-8抓，你这安尼袂使，我倒也袂使啊。钱都乎你啊，一间厝一间30几年的老公寓啊，无买项啦，得5楼的啦，顶楼啦，热甲要死啊，还佫漏水。咱是讲无来甲卖处理你个吼，
卖240万啦，增值税35万啦，啊，中介费9万啦。我讲拢，阮出钱出力嘞，赚无一输啊，赚一输啊，拢互恁遮食了了去啊，240万，啊，30平啦，30平左右啊，增值税35万，中介费9万啦。啊，讲到中介费哦，对家属说跟恁讲。因为法，因是拢按照法律规定来的，100万抽4万。比如讲，你委托伊卖，我是卖方；我土地厝要卖，我是卖方；我委托中介卖，啊，中介拢会叫你签契约，对不？哦，买卖契约对不？你爱敢讲啦，你袂使唔敢讲，你莫你这4%伤悬啊啦，100万抽4万。啊，抽抽都拢互恁啊！你著甲讲，讲3%啦，啊，无就2.5%啦。你通甲伊化解，啊，伊会甲你讲，啊，阮公司规定就安尼啦。安尼讲，你也甲讲，安尼我买袂，我要来北京。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房屋中介卖嘛。喂，一百万抽4万，真恐怖呢。啊，你若500万，你著甲抽偌济去啊？还有增值税，增值税不一定每卖一笔土地增值税，他是给你看你买跟卖这个中间的差距啊。啊，你若太高，你就用一生一次，房屋也一样，一世人可以一次，房屋税减免，房屋买卖减免一生一次。啊，通常如果200-300万的厝，通常拢减5-6万尔，减五六万啦，减五六万6-7万安尼尔。你看，我卖240万，增值税35万呢，一间老公寓也无买行，车阁塞袂入面呢，得顶咯。增值税35万，伊讲你土地价值啦，讲土地无买行啦，啊，若要讲要都市重整计划哦。迄边等到民国几年去啊？我看诶，惨诶啊，卖掉，嘿啦，啊卖掉，啊摕到手诶百通万，嘿啊，你看卖啊，啊你百通万，你即卖要搭买厝，即卖买无厝，百几万你变哪只？拿到手好像是190几万，240万减35万，这个搁减9万，啊搁代书诶，搁代书一件是12000啦，阮依然是12000啦。卖方出一半，啊，买方出一半，啊，增值税吼，增值税是卖方，通常是卖方爱付的啦，啊，其实你嘛通甲房屋中介讲我要提千的啦，我要提300万，还是200万，假设啦吼，所有的税由买方支付啦，啊，看你。有需要无啊？啊，不一定讲爱按照4%，你要抽抽的，你都拢免啊。阮宜兰县吼足笑亏，阮宜兰县的面积2200平方公里啦，阮宜兰县啊2200平方公里，啊有户籍的人数吼43万，43万，房屋中介啊做中人诶做。152间呢，152间呢，哦，我都是去迄啰什么营业员呐，即马不动产拢爱有营业员登记证，你才会使去做土地买卖啊，去迄啰什么房屋中介公司上班啊，因为我有摕迄个证照，我知影，我读迄个册我才知影。啊，伊迄土地法内底吼，恁爱注意，伊迄土地法内底第34条，恁对吼电脑阁看一遍啊。这34条是对你足，甲你足关系足重大诶。我会记是土地法第34条，恁看卖啊，这里，伊迄内底迄条吼，就是讲土地所有持有人呐，咱即卖吼庄卡也好，啊是讲都市内底嘛好吼，迄土地有诶是共有人过来诶，对不？10外个嘛有，有诶5、6个、7、8个拢有。
啊，即马我不爱卖啦，啊，对方要卖，啊，当然你会认为我若不爱卖，啊，我的土地你甲我保留起来，哦，啊，恁要卖，恁去卖，但是迄个第土地法第34条，恁要注意哦。三分之二的人如果要卖，按你不卖，伊通啊去法院民事法庭申请一个手续啊，伊通啊把你的土地卖去呢？伊超过三分之二赢你啊！你唔能讲土地你的，你不爱卖，你还有保有你的权利呢？无呢？伊要按照土地法规定，只要共有人超过三分之二，啊，持份佫比你较济，低分啊，那100坪，啊，你这个人20坪、30坪，伊比你较济啊，伊60坪、70坪啊，吼、哦，假设人讲伊100坪的土地，伊30坪，啊，人对方60坪、70坪要卖，伊通甲你卖呢，不需要经过你同意呢。当然啦，伊要卖迄当阵啊，伊会去甲你讲。讲我土地要卖，啊，你有要卖哦？啊，我一坪要卖偌济，爱告知嘛，对不？啊，我你持有人优先权，你知影？你持有人优先权，你要卖哦，我优先权，我共有人之一啊，我优先权给你卖。但是通常吼，拢买袂起啦，伊遐大片，一坪即马更低，拢嘛爱7-8万、10多万，你买袂起，啊，买袂起你。人伊要卖你，你无法度动，他会依照这个 OOC 的土地法哦，第34条，给你处理掉，啊钱吼，给你囥伊法院的呢。你要去咩？你要去领？唔去领？你的自由呢？啊，你的土地，你都叫卖去啊呢？所以讲这点吼，这点吼，我嘛唔知讲好不好啦。爱 OOC 的解释吼，喺都市计划法里面有规定。你土地都不卖，啊，影响观瞻啊！人也要卖，大多数要卖，哦，以大多数人为准啊！所以讲，这点你来知啊，你唔通欢喜咧，从我都好，我继承阮四大人的房子三分之一啊！三分之二人若要卖，因优先呢，所以讲，你后摆买土地啊，要处理个目睭要闭好紧。尽量买持份哦，100%的全部的啦。你莫去买低分的，低分的哦，无安全，嘛无可靠。人大多数拢要卖啦。啊，当然啦，你嘛通讲我优先权啊，我通啊优先权我先买啊。但是你买起啊未？通常哦，那咱上班族的，你一个月赚3万、5万、6万的，你要买土地，嘛无可能啦。啊、中华民国买土地拢啥人？恁知哦？拢公务人员，啊，佮做生意的人。哦，即马，阮宜兰哦，阮北宜兰州做办附近哦，透天的哦，3层楼的新起的。哦，啊，敢那无几平啦，千啊呢，一间拢爱2-3万呢。啊，你一个月赚3-4万、4-5万，扣掉食饭佮油钱，你通剩偌济？啊，中华民国慢慢衰呢，这个嘛要衰，那个嘛要衰，所以我直接给您建议，你不要走传统的路线，你会很辛苦啦。你创啥都爱买厝，你家己不要去哦，啊，阮家就好，因为阮老伙仔较好运啊，啊嘛较保守啊。我记得是1983年。啊！迄阵仔吼，有一派讲要买厝啊，有一派吼，像我就是另外一派，我讲无买厝，爱买土地啦，因为阮做产的嘛，啊，鸡丝啊，啊，切，恁知哦？啊，你有仓库啊，你去讲买一二楼的，厝边啊，即嘛，你小甲定地咧，还是讲你的门面很难看，人家会讲话啊，你妨碍迄个社区的迄落啊，啊，有影啦，即嘛有需要。通常哦，伫阮宜兰的社区拢足阿渣的啦，景观拢足歹的啦。我常常嘛讲台湾人哦，遮骨力遮拍拼，啊做甲拖西咧呢，死也做倒来呢。啊，奈住迄落环境啊，毋是无拍拼呢。因遐人毋是无拍拼，
在中华民国里面吼，拢在搞投机啦。你像阮宜兰就好啦，拢台北人有钱人来炒土地呢。伊即马买一块地吼，伊无伫种作呢，伊拢叫原地自种，原地自种，我甲你买，啊土地过我的名，啊叫原地自种，过几年啊，伊若要卖，伊就赚几啊百万啊呢。哎，人安尼两三年啊，三四年啊，一转手就几啊百万伫赚啦，净赚。啊，你上班的三万、五万、六万，你当时要买一间厝，啊，拢嘛爱去贷款对不？恁台北我是唔知啊，台北听讲一间厝拢爱千万的啦。啊，我遐即马透天的拢嘛爱千万的。喂，你一世人为着一间厝安尼一直拖啊贷款安尼拖啊拖死嘛无人知的。你外口拖啊啦？二十年贷款好不好？等下你贷款立刷吼，二十年迄间厝已经旧啊啦。啊，建设公司起的厝，即马看有较好啊无？我看嘛是差不多啦。阮家吼。龙虾嘛，1983年起的，吼、哦，三十几年啊。啊，阮家对面是建设公司起的，啊，卖阮大概六年啦，卖阮六年。因迄个厝甲阮迄个厝，阮厝新搭搭啦。啊，因迄厝吼已经很老化，很老啊，三十几年的厝啊嘛。啊，风台，阮宜兰搞风台嘛，风台扫落到地，泰卢拢落落啦。啊，地动，软软的。热胀冷缩，地动，你态度啦也无好，态度就落落来。阮无，因为阮较无钱啊，啊，阮拢家己起啊。啊，当然你会认讲，恁做田是要来起厝。较早的政府还阁袂歹呢，即摆政府偌土匪咧，我讲恁听。阮较早起龙虾，迄阵阵啊吼，迄个省政府荷花的农舍，阮较早迄个证照吼，爱经过省政府，啊，省政府吼。会分六张图还算，迄阵阵个省政府拢鼓励我讲，恁起厝爱起较水个啦，吼、哦，伊设计图予你啊，你照这设计图起吼、哦，免费一块都免啦。啊，阮是大人做田个嘛，可以遮风避雨就好啊，建迄个传统个，你知影？骑楼你知影？有顶啊卡，一压一二楼个，啊外口边吼粗坡就好啦，有通啊大，有最主要就是要扇风台啦。啊！即卖呢？三十年啊！啊，当然啦，厝交到我的手，迄阵仔，我家己吼，我家己一个人吼，啊，去甲砍三楼的啊，因为漏水啊，地动软软的，地基拢嘛了了会湿，哦，啊，小整理一下，阮即卖敢那新的，哦，啊，这起的厝吼，拢叫迄落土水的来起的，你袂晓起对无？啊！你捌一次啊？啊，因为厝起起来拢爱遐久的时间。迄阵阵啊，省政府六张图拢免钱，但是即卖无呢。即卖你去，你若要申请建筑执照吼，啊，拢爱建筑师邓英啊。那专门的邓英啊的建筑师吼，普通的行费吼，大概10万块。都、就是你家己画画的就好啦，啊，伊家己当因啊，吼、哦，你叫人画啦，啊，因为伊建筑师有执照啊，伊建筑师有迄落证照对无？伊家己当因啊，安尼就通过。啊，图唔是建筑师画的啦，是叫别人画，啊，叫建筑师当因啊，安尼普通哦，10万啦。啊，你若正讲要叫建筑师画图，有诶，几啊十万。啊，有诶嘛，百外万嘛有嘛吼，无一定。啊，即马建筑师伊若转落啊，对无？过来啊，换水电啊，甲种执照诶，水电技师啊，转因啊。啊，若专门伫共转因诶吼，一张行情条落，即马嘛爱10万。安、啊、听有吼？专门伫共转因啊，啊设计图毋是伊画诶啦，就是专门伫共转诶啦。啊，你若叫伊画吼，不止10万。水电啊，啊即马过来。换营造厂啦，营造厂台语要哪讲？王座厂的对不？王座厂的，伊都甲你讲明的啊。我王座厂的啊，你叫伊转因啊。啊，其实唔是伊起的哦，恁听好哦，唔是伊起的啦。但是伊有执照啊，
伊有营业登记证啊，邓英啊，哦，这营造厂干哪专门的邓英啊，吼，专门邓英啊，可能行情吼即马起价啊，应该是较早是迄落十万、八万啊，起码超了十几万啊。喂，厝阿未起哦，你这流程你都开过了十万年啊呢？较早面呢？较早省政府已经起较水个啦，啊，即马。拢免钱诶咧，啊！阮家己叫师傅来去啊，叫土水啊，哦，叫白梯啊，叫南阿孔。阮较早南阿孔毋是我预拌混凝土迄款诶咧，阮伊较早叫做泥米沙，日语叫泥米沙，都是我去买沙，我去买梯啊，我去买水泥。啊！你叫我诶规矩甲我叫，你甲我孔是安尼呢？啊，即卖南阿孔你敢知啊？即卖南阿孔甲你叫海沙屋啊、海沙啊、啊土高沙啊、啊河川沙啊。啊，我毋是讲南阿孔公司歹啦，是一寡啦，有少数的业者吼，伊会甲你偷食波。啊，你即卖甲买南阿孔，伊会甲你问讲你要孔啥？我要孔地基啊，你上少爱3500磅诶。啊！你相信3500磅吗？阮做办，阮北宜人做办吼，迄、那个遮雨棚吼，是我一个人我起的啦。我叫同心来到位地基的啦。山我家己买，石头我家己买，水泥我家己买，我家己扛的。阮那拢爱4000磅的啦。啊！咱同心讲啊，够需要起才好。我讲唔是，是因为咱宜人搞风台，你也考虑到风台的问题。结果你知影？迄沙买来，石啊买来，我甲头家问啊，我你这石头沙，敢是要起厝要用啊？对哇？你无看，阮的卡车一台出来吗？我讲你这土沙哦，土够够重啊！你嘛去买较清气的沙，啊，这是可能买较俗的款啦吼。啊，石头你知影？即卖石头吼，较早阮买石头是大粒。叫做八分石啊，大粒、细粒、大粒、细粒。啊，石头水那个冲的拢清清溜溜嘞，起码唔是呢，起码是去溪底再石头起来，山石啊，顶厚厚的，拢洗无清气。我那石头我拢家己搁洗啦。来，袂使空，我甲咱同心讲，袂使空。你咱练口较慢呢，你石头空落唔好啦。石头全土垢啊，看嘛知，山嘛土垢遐重。拢爱阁洗呢，但是我请教恁大家，南阿孔的公司伊要赚钱啊，伊伫洗，也是讲洗无清气，沙石啊，你唔去啊监督哦，无，啊，所以讲，阮兜个家己起个厝，沙啊，阮家己买，石头阮家己买，水泥家己叫，啊，叫了机器啊，系无，有一讲干老啊，安尼，哇，用引擎啊，安尼练，啊，用迄个吊车。升降梯啊，安尼家己空的啦。啊，所以讲，阮会经得起风吹雨打、啊，但是阮对面的建设公司啊，因家己起的啊，因起换厝伫卖对无？因办阮六年呢，因即爿厝足旧的啊，有的遐拢翘起来啊，啊有的太如剥落啊，因阮无，我拢照规矩行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即马看有较好啊无哦？那是较早，哦，差不多30年前啊。啊，即马南阿孔公司应该是较好啊，即马拢南阿孔叫的啊，哇，预拌混凝土迄个搅拌车叫的啊。但是你刷石头，你无法度甲控制，所以这起厝拢有一个盲点。啊，即马厝拢遮贵的呢，一包水泥即马吼，一包水泥即马吼，150块到160块。啊，石头吼。石头吼，一米吼，都是长宽高一米啦，拢1000、1200啦，沙嘛同款。哦，啊，现在一间厝拢20000呢，你无看足奇怪的。啊，所以讲你若要行传统的路线哦，掉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设计的陷阱哦，你若趁食人啦，你一辈子都很辛苦啊。你一个月赚个3万5万。啊，50多岁、60岁就要退休啊呢！啊，你一间厝要你立贷款，
所以讲，即马台湾整个社会吼，拢足辛苦的啦，你无感觉吗？啊，有个人投机，投机啦，他卡卡了应变，以后死啊嘛，我厝要买过几年啊，我种你的，我都要卖别人啊，我趁迄个差价啊，真侪人买厝伫卖厝，你知影？尤其是台北，因为台北吼是全台湾人一挂少年啊毕业，我较早细啊，咱要来台北拍拼。啊，你去台北拍拼爱共租厝啊，所以台北吼厝的结构啦，还是啥物啊，咱较毋捌。哦，所以讲拢变台北去。啊，砖卡台东花莲，你注意来看，那砖卡所在吼，平常时也无啥物人。啊，一问起来，少年人拢变台北食头路，这就是结构性歹。啊，咱希望咱台湾民政府后摆若执政，全台湾岛啦吼，咱按照法律来嘛。啊，交通建设啦，基础建设，咱来甲台北共款啦，袂使讲台北有，咱遮无。啊，台湾头甲台湾尾三四百公里尔呢，三四百公里尔呢。安内差遐济，迄台北吼，迄捷运系统恁知啦吼，即卖拢伫做环状线啊，啥物线拢做好啊。啊其他所在还阁真红火咧，哦，即卖高雄嘛有啊，哦，啊台东、花莲、宜兰吼，咱无人机啊、飞机啊，从桃园机场起飞到东京啊，三点外钟久尔呢，你台北甲。甲台东不止三点钟久呢，你无甲作笑开。所以讲吼，即因为吼 ，OOC 吼，伊无认没有认真在管理台湾呐，伊纵容一挂行业啊，尤其是伊个法律啊，根本就无理想啊，无适合伫台湾嘛。吼，啊咱后摆呐有机会执政，你换手头的人，尤其是法律。吼、哦，法律啊，啊制定哦清楚啊。秘书长的案根本就无，2015年就结案啊呢。我会记得是2015年哦，秘书长都红过啊。台湾民众一挂人都红过啊，拢结案啊，查无实据嘛。啊，伊个新闻证都美国做的啊。啊，你即摆那2018年5月10号旧案重提，开始抄哦，全台湾你知道？专台湾21个县市吧，减掉单位安尼吼，动用超过1000人以上呢。哦，开始抄啊，开始问人啊，以这有哦，专台湾连我嘛互调去问啊，啊，伊拢甲你讲以证人的身份来接受访查，嘿啦。啊，阮调去问啊，我是真大方啦，因为我定来惊法院啊夹。对迄个调查局的调查员哦，我不看在眼里啊！我讲实在，因为我检察官我都改辩论啊。啊，伫遮顺续甲恁讲，捌一个检察官甲我问：中华民国对台湾有没有管辖权啊？你要哪回答？中华民国对台湾有没有管辖权？你爱讲有啦，你袂使讲无。你若讲无讲，啊，你的案件安尼，我都免审查，家己驳回啊。你爱讲有，但是你爱佫佮讲，像我都佮讲，伊讲中华民国对台湾有没有管辖权呢、啊？我讲有啊，但是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，管辖权跟主权是两码事。你若会记得这点，后摆你若地法院提出诉讼，你若讲，伊若佮你问。中华民国对台湾有没有管辖权？有啦，伊就美国委托伊的嘛，伊是台湾管理当局，对不？啊，只不过迄个中华民国是假，伊摕起来用嘛，伊出外唔敢用中华民国嘛，我对美国就好。美国伊的大使馆，哎，那办事处叫北美办事处，伊奈蛮用中华民国，因为中国甲抗议啊，你奈使用我的名，好，第一本。伊用亚东关系协会，啊，伫香港较早吼，叫做中华旅行社啦。啊，即马吼，中华即马都唔敢用啊。即马吼，美国好用一个名，
叫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。你不能做台湾管理当局啊，台湾管理当局哦，现在在后面给你接的就是我们啊，我们后面就是台湾管理当局啊，国防和外交是军事占领国的权利，它的国际战争法规定啊，军事占领的土地必须由当地的人民组成一个民事政府，就是我们啊，我们就是台湾管理当局啊，现在他们就在宽保护了嘛，你没看蔡英文做三年的总统了呢，在要迈入第四年了呢，啊，他们怎么都没叮当，你没感觉很奇怪，他的哦，可能美国在后面跟安排你准备交接啦，因起码免做兵啊嘛，拢想去做四计划对不？啊，你无感觉足奇怪？中华民国较早做两年、三年，过来一年，过来几计划啊？迄做四个月叫做兵哦、喔，迄去度假啦，迄去用模糊政策，你知道？讲有啊，即卖搁咧做兵啊，其实伊拢伫改变啊，你无感觉吗？改变啊，美国的军队啊，美国的军队嘛拢几百，你拢唔知吗 ？AIT 有承认啊。他们老早在2005年，印度海军陆战队都知吧 ？AIT 哦，那个处长叫做，那个处长伊家己承认的，嗯，啊，但是消息拢无啥要讲，因为中华民国伊唔爱跟你讲，电视嘛唔爱跟你讲，啊，所以讲民进党啊，这些台湾人哦，作 BP 的，入去中华民国内底，食烧食冷。理想都无伊啊啦，讲伊外有理想，要骗人的啦。入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魏子女的，中钢总经理安排落的，哪一个大企业台糖董事长安排落的，铁路局局长安排落的，哦，大家拢油细细啊！啊，伊袂记哩台湾百姓和伊的寄托啊。荡然无存了啊！迄拢骗人的啦，什么什么要台湾安那安那，迄拢骗人的。只有台湾民政府按照国际法，后摆台湾民政府你哪会记哩？咱秘书长有制定啊，恁退休啊，满65岁领1000澳美金啦。啊那一通常领身份证600到800美金，咱敢敢领到18%？无哦。你不能因为你对台湾民政府有贡献，啊，就是要大吃大喝，啊，是要像中国国民党安尼死吃烂困，咱无安尼，咱爱甲还富于民嘛。台湾的福利是台湾人的啦，唔是咱少数，啊，是讲后摆执政者的。咱互台湾人有感觉啊，唔是像民进党入去中华民国内底。以前的理想都没有了，我们这是正港要台湾有希望的、哦啊、因为时间的关系、啊、我说到这、啊、我们等下要吃饭、哦啊、你们会记得我们吃饭、哦、同样要排队、哦啊、感谢大家。